粉红色，而且还是 Hello Kitty 的。如果我孩子穿这样子的话，我打死他，我打死他。就是钢棒style，感觉像病毒。那有你的味道喽。都不穿衣服。哎，我们今天要看到最原始的你。对呀、，original，要秀出你的性格。对，现秀，我会不敢这样。哇！来吧，上课。今天我们四位学弟是不是翘课了、啊？今天我们要测试他们的性格，所以这样一定要穿睡衣来。哇，这么爽啊！用睡衣测试性格。来，我们先看我们第一位同学。身高187，你穿这样像话吗？我想象的是一个比较 man 的一个服装那种。对啊，你还穿粉红色，而且还是 Hello Kitty 嘞。我感觉看到 Kimberly 家的感觉。你父母亲都反对你这样穿吗？有啦，一开始的时候会，但是慢慢就习惯了。不过那舒服的地方在哪里？为什么你会穿到这样？对啊，穿了之后会比较温暖。你睡觉的时候那个头套不会一直顶住你的头，然后你转的时候很不舒服吗？睡觉的时候会拿掉。如果我孩子穿这样子的话，我打死他，我打死他。应该会很可爱吧？哦，好，第二位，第二位同学 Timothy， 就是钢棒style，今天很难拍手的，我也是这样，只是拍不下。这个很像什么，你懂吗？人家新婚夜啊，新郎每次穿这样，人给人家梳头，被梳到白头了。我怎么不懂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哦，你还没有结过婚？不过我觉得很舒服，感觉像病毒，我是真的像病毒，还在医院呢，蛮舒服的，真的。真的，因为我在后面，然后已经穿了一件衣服，我一直打哈欠，很想睡觉。哇，你很环保嘞，你还拿一个叫阿妈的扇子。要找 Mr. Zhou， 做工。为什么这个扇子会环保呢？因为人家normally是开风扇了吗？不然就是开空调。哦，所以你睡觉的时候是这样睡的啦，这样睡的啦。第三位同学 Joe。我觉得这集的话，他会更多女粉丝。粉丝啊。啊，你要男粉丝啊，女粉丝啊，你要男粉丝啊，你手上的那个，这个是 Astro Boy Ottoman， 他跟了你几年了？跟了我可能有20年吧，20年。你有跟他冲凉吗？没，他偶尔。那有你的味道咯，香啊，闻点，感觉闻一下。选择抱一个 extra boy， 因为有一些人他们会抱熊啊，比较大一点的东西，抱了有感觉。你这个小小个的，我小时候，小时候跟他一样吗？不会那么矮啦，差不多啦，一半啦哈。So just nice bolster。然后在睡觉的时候喜欢不穿上衣，你外头需要表 body， 需要表 body 啊。哇，耐说服。他的 neighbor， 他 neighbor 有个女孩子，连每天都这样脱衣。对啊，每天睡觉之前就在旁边这样。因为在新加坡 a lot of the mother also don't let them on aircon， so at night、me and my brothers are very hot、两个大男人怕什么，对吗？省电就开风扇。那你为什么穿长裤啊？有时候是长裤就是短裤咯，但一定有裤，一定有裤。我期待下一个是怎么样哦。我也是很期待子杰宇宙最强。你住酒店吗？地旁是你的睡衣吗？这是我唯一可以出现的方法。为什么我睡觉不穿衣服票吗？我们今天要看到最原始的你。对呀、，original， 要秀出你的性格。对，现秀，我会不敢这样。哇！老师，我很害羞哎。一个比一个少。而且有身材的好像都喜欢露一点。那你这样你不觉得很不舒服吗？不会啊，我觉得很舒服，很自由啊，很释放。这样我问你啊，家的床单换几次啊？一个星期？哇，好像很久没有换了，一定有3个月。我记得那个是我小时候我爷爷奶奶用的爬被的，那个叫不求人，那叫不求人。它不是爬后面，是爬前面的，是爬前面的，前面后面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如果一个，比如说现在今天 Aloysius 啊去你家过夜，跟你一起睡一个房间，你也一开始就这样子的吗？我会问他，你介不介意我不穿衣服？我就会回答他不介意，不过我旁边会放一把剪刀。放剪刀啊 ，OK。你家好奇的是徐冰穿什么睡觉？其实我属于那种不穿衣服类型的。嘿，是吧？你看我不是唯一的。哦，所以你是上帝脱掉，脱掉，脱掉。上衣，然后脱裤子，穿薄衫，然后抱着一个芭比兜。我不会抱芭比兜，我不会抱芭比兜。我很好奇，
阿洛耶。来，我们看摄影师。我跟你讲，阿洛肯定是那种哦，他喜欢去把自己 cosplay 起来，可能就是今天晚上穿一个。你变态啊！你睡觉的时候 cosplay 给谁看？我还以为阿洛会像你们丁姐。他刚才私底下跟我说，他比较喜欢像半边山。我觉得半边山这样是挺可爱的，不过我真实的自己睡觉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像姐姐的。可以，你看在家里自由自在吗？没有人看，对不对？他们说裸睡是对发育很良好，这个我赞成，真的对发育很良好。对，为什么？我们私底下再聊。对发育很好，但是卫生啊，这里肮脏、啊。你说 Hello Kitty 很卫生吗？大家我也洗啊，我每天有冲凉啊，有不同吗？也是叫你要洗你的床单子。那我很好奇耶，你们穿到这样，你们的睡姿是怎么样？我们这里有五个睡姿，你们学一下。哦，我知道 Aloy 的睡姿是怎样。是怎样？我没有问 Aloy 的睡姿，问你的耶。为什么你会知道？因为他找我的时候，然后他很累，所以他在我的床上睡觉。哦，所以你裸睡， Aloy 也喜欢裸睡，你们两个一起裸睡在同一张床上。然后他帮Aloy爬痒。他在帮你爬痒。哎呀，我根本就没听过，什么几岁，什么时候？上个月你去找他一起裸睡。没有啊，没有裸睡啦，但没有裸睡啦。哎呦，你们怎么睡哦？不关我们事，我们不想知道。OK， 不，我们想知道你们的睡姿是怎么样。来，一二三，升一号，有没有人选一号？没有。选择胎儿式的呢是外高内柔，充满无法抗拒的魅力，坚强的外表下有一颗敏感的心。哦，原来我觉得可能我睡着的时候我是一号。OK， 好，我符合所有那些条件，真的。好，那我们看二号。二号是 Jero， 渴望是性格外向，容易融入集体，但多疑且偏激，很难接受意见。哇，我不明白，你跟他解释吗 ？You are a very sociable person. You are outgoing, and you fit in very easily. But you are a bit extremist. Who said? Who said?Classic example. No, 很难接受意见。Not true. You see, it's not true. It's so true. So true. 选择三号的是 Aloy 跟 Vincent， 性格内向保守，很原则性，为自己设立高标准。哇，有符合，有符合。我觉得 Aloy 是哎。Aloy 确定，曼明生我就不确定了。还蛮标准的啊，对，因为我做事情的时候，我为自己设很高的标准，然后都做不到，都会尽力而为去做了。因为学习的时候会进步嘛，进步了之后会做得更好。我觉得在我身上是蛮符合的，不过如果把郑荣大哥加进去的话，就有一点不符合了。性格内向保守，哪一点内向，哪一点保守？对啊，原则是有很多啦，不过内向保守真的不太适合他。是，而且我根本就忘记掉了他在场，而且他要简介我们这个片段说。OK， 对啊，对啊，因为你教我们这样睡的，对啊，你教我们这样睡的呀。四号蒂莫蒂，海星是平易近人，乐意助人，哎，朋友很多，标准的老好人。你怎么会嫁给老好人？怪不得你的睡衣那么老土。我他服装有没有？就是这样，对吧？哦，谢谢。我觉得最像的就是老好人那一块。你的那副眼镜也很老。我觉得这个更老，这个更老。我下来一个，五号是子杰，还有我。对，自由落体是什么东西啊？好动，容易紧张，个性倔强，不容易服输。准，真的太像他了，真的。也很像子杰，对不对？子杰也是不容易心机很重，不服输，所以穿到这样。心机很重就是那一个而已啦，就只有那一个心机。只有那个没穿衣服的，哪一点体现出心机很重？哎，这样穿着就是心机很重了。我相信哦，今天我们的网络的朋友一定是 well you coach 了呗。我跟你讲，每个人在 replay 直接脱衣的那一个。对，我也是这样觉得。脱衣，没没没没没没，有点激出来啊，这边激，全部有点激出来了，真的。如果你想看下个礼拜到底我们会怎样的劲爆法，不要忘了收看我们的。来吧，上课喽！如果说真的，我真的很容易紧张。我遇到一点点事情的时候，我就会紧张，就会冒汗，脚就会抖。我觉得最像你是浩董。
好动也是啊。对啊，就像我们去那个，我们去哪里啊？哪里？哪里？我们刚刚从哦 ，Mauritius， 我们去 Mauritius。去哪里去？我们在想，我们这个，我们去 Mauritius 的时候啊，他就是那种，他就是那种一直出不来，然后一直做一些运动的人。哇，很阳光型啊！一个人都可以去，一个人出海一样。开呀！哎，确定哦，我的是那个一号的胎儿室嘞，我就是这样胎儿的。需要被保护的那种。需要被保护的。